王友恒先生做出了选择，所有女嘉宾第一轮选择开始。首轮选择，所有桃花为您盛开。首先认识一下王友恒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，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。父母都是黑龙江人，所以说我七岁就来到武汉来生活了，但我血液里一直留存着东北人的性子，直爽大大咧咧，纯爷们就是我。在我高中毕业以后就直旗下放，几年后回家做过很多种工作，类似建筑工人等，就是觉得太辛苦，流动性大，危险性高，日晒雨淋，就应邀到了武汉市建筑气厂工作，一直干到退休，每年也有个60000元的退休费。在武昌大东门有套100平方的住房，现已出租。在汉口工农兵路有套60平方环建房。我的爱好就是看报纸、看电视，关心国家大事，也喜欢骑自行车锻炼和参加一些老年活动。如果你喜欢我这类汉子，就跟我 OK 吧。8号，看你喝酒是吧？啤酒稍微喝点，喝一点是吧？白酒不喝。那抽烟吗？稍微抽一点吧。哦，如果你碰到你心仪的女生，你会为她戒烟戒酒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打保票啊。好的，关注一下我们1号姐姐，她蛮不错的，跟你挺搭的。8号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放屁啊！第一个啊，我们11号姐姐非常优秀，比较有内涵，然后手有一双，嘴有一双，嘴有一张，是吧？房产在这武汉，在这一块的时候，跟你也是相匹配的，家里有几套住房，哎。那你的意思，他跟11号如果牵手，是两个房东的牵手？